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。咱只倒转来来啊，甲拄只老师咧讲个，讲你去，你带你个学生去这个宜兰的迄个山顶吼，啊，拄好迄个一个这个道亲阿嬷伫遐咧斗三工了，啊，你伊就昏倒去安尼。啊！你讲用点断解救吼，啊！我唔知道点断是啥物，你敢会当甲咱解释一下，讲啥物叫点断？哦，点断吼，嘿，其实就是早期，做歌戏，或者是布袋戏，拢真常用到的一个名词。我捌听到啊，但是唔知道意思。啊，点就是用镜头。使伊这个气在行的时阵，家点断，未流通。啊，这款的点断呢，这是做戏的。在咧用的。其实是无正确的。啊，真正的点断就是爱将气会流通。是啊，气流通当然袂坏的。袂气点断掉的。啊，因为这个点断，需要用个气力，气甲力，啊，所以我运用迄个五禽拳的功夫，啊，气力，点迄个身躯，使伊气会流通，安尼才会当救活人。所以这个点断呢，是一种迄个救人的作用。哦，急救的迄落，急救，一种的这个技术，嘛无一定是急救，平常时吼，这个身高白天吼，拢会使点的。嘿啊，就是安尼嘛，所以讲你救人无数嘛吼，无论这个人是外人还是家己的人吼，拢你在紧急的时阵，拢你拢伸手来救一个安尼，嘿啊。啊，前遐我搁捌听你讲你迄个查某囝嘛是细个汉仔时阵嘛是一个下，啊，你嘛是该用该。这里就是吼，爱讲着讲平常时，人伫咧生活中间爱逐项学，对，爱吸收各种的知识。啊，我伫真少年的时阵，都吸收真济的医学知识。不管中医的知识、西医的知识，还是草药的知识，我拢有吸收到。所以有一天，阮查某囝发烧的时阵，烧到讲规个拢慢慢，啊，救紧啊，心情面都拢翘起啊，变形，目睭掉起来，抽筋，我昨下个。送去营总，急诊室。营总医生接落的时阵，甲阮查某囝注迄个，注射，唔是注迄个一个射，是注个大肠个射。注到尾啊，甲我讲，我无法度啊。无救啊！哦，伊唔敢讲无救，伊讲无法度啊，阮都尽力啊。啊，阮太太听一下，怎温落去？怎就敢那温咧哭？我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无遐大啊？啊，阮查某囝咧，我都尽力啊，都尽力啊，都无遐大。讲啊，你进前捌碰着即款 case 无？伊讲捌。讲啊，你拢救我无？有拢救我。啊，你用的药啊，是毋是同款？伊讲同款。讲啊，若药啊同款啊，伊进前有碰到这个 case， 各拢救我。阮大囝也袂活，伊讲我着尽力啊。医生甲讲，我讲我着尽力啊。讲啊，若安尼吼，你听我诶，你听我诶指挥。伊讲，阮医生变来听你诶指挥。人医生诶，啊，你是患者诶家属。我讲啊，你无听我诶指挥，阮查某囝现只啊现死去啊，你爱甲负责任。医生就无话讲啊。我看伊无话讲，我就讲，我请问你，你进前所用的药啊，甲阮查某囝有共款无？伊讲有共款。我讲啊，你迄个药罐啊，看卖咧，看日期有过期无？
哦，哎，护士就赶紧为垃圾桶捡迄个药罐起来看，日期无过期，讲啊，有我那有必顺无，有必利无，伊讲无，啊，无必顺，无过期，啊，药同款，安尼救人遐个话，啊，阮查某囝袂话。啊！要安怎讲？伊讲，我都尽力个，我都啊。都安尼啊。讲啊，恁个药量有讲无？伊讲，阮药量都根据体重啊。吼，安尼我就知影讲，应该是药量无够。所以讲，恁即马将即个加强药量，吼，医生护士要摕来甲阮查某囝住，迄个医生唔刚好。我接过来，接个护士接过来，伊个亲身为主。讲恁即摆听我的动作，听我的口号。我若讲住，恁就安尼住，一丝啊，一丝啊住。我若讲住，啊恁就是继续安尼在住。我若无讲时阵，啊恁就莫住。啊恁听我的口号，啊医生就安尼听我的口号在住。豆豆啊来，到我看阮查某囝的目睭本来是吊悬起来，到尾也变成都哦恢复正常的目色啊。我就讲好啊，跳起来。我就跳起来。阮查某囝就救我起来。阮查某囝当场就现活起来，现活起来。到今嘛，四十几岁要50岁啊。今嘛在读博士啊。所以为者就听啊证明讲，人的话是爱多吸收的，多学习的。唔是干那死定定的，唔是干那靠一项物件的。所以讲，遮侪医生讲，伊拢靠教科书哈，伫遐在治疗人，迄无唔对啦。但是教科书你爱看讲，迄个人吼，伊是。好当时啊，这个囡仔就真衰弱吼，身体真衰弱，也是这个囡仔本来就足勇壮的安尼，伊拢无去想着遐的安尼嘛。因为老师你了解你家己的查某囝，所以讲你知影讲药会当爱下偌济，你扎会着，有影足紧。这四十几年来，我救过无数绝望的病人。啊，若讲爱有医师执照，才会当救人，才能做医生。啊，若无个秘医，安尼政府即个害人的政策呢，是唔对的。孙文无有行医的执照，被葡萄牙政府给取缔，才由澳门走去香港去创革命，害了孙文的病人呢，嘛害了孙文。伊受害最大的是满清政府，因为安尼消失去。所以古早时的神医，亲像渔夫啦、扁鹊啦、花刀啦，真侪即个有名的医生，因拢无有行医的执照。因所救人无数，所留落来医术的药册，变成个即卖医学院的教材。嘛，成为即卖医生特考的范围，所以扁鹊、花刀拢是因为医术做去予人救害，所求重生，唔知影求鬼神，有病痛来，所讲的重生不求鬼神啦，有病痛，家己医学的知识袂当理解的时阵，就需要请医生摸摸鬼神。无去延误病情，所以这个代志，我一直用过许柔气的方式，来做一个运动。这个比赛球形的运动是比赛运动的有较强的动作。一个骨一个来看真臃肿，实际上气血拢固执，唔知影。这就是老子所讲的“物壮则弱，弱则躁矣”的道理。扁鹊是春秋时代的良医，是渤海的地人，姓秦名万人。
细汉的时阵，伫旅馆做管理员，受到迄个旅馆的馆长松君的指导，并属于秘籍，会当察见人体内五脏六腑，啊，会当治人的病，唔知影观察人的病的方法呢？会误伊迄个，会讲迄个，或者有一个透视的体内的讲法，即马新冠拢用过这种透视人体的行为来欺骗病人，有真济练过气功的人，用气的感应诊断病人的病情，啊，拢无医学知识的江湖技术，拢是迄个用过差病人的欺骗啊。要开早有练。赞美，即马我爱用赞美啊！中医的医术的四种种类，就是迄个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切就是赞美。赞美上界下流，望上界是观流，就是心意的境界。闻问切吼、哦，啊，我的程度呢是已经达到讲心意的境界，干那看到人，我就知五脏六腑的病的所在，比迄个西医搁较厉害。我捌伫台北大安公园，吼、哦，诊断一个人，伫大安公园的休困的所在。有一群人伫遐咧开讲，啊，有两个查甫查某的，我那是参在伫内底，啊，我去看卖，迄、那个查某人，我感觉讲有病，真严重，但是伊家本身无感觉，哦，啊，我就讲你这個小姐，你会我会咧甲恁拍电话病，问你一个问题无？哦，啊，因两个就点点就问，讲你是毋是有病？啊，查甫讲，阮两个是翁仔某，哦，啊，伊有病无毋对，讲啊有病有去医生检查无？伊讲，阮伫台大病院检查也未出来。嗯，我讲啊是啥物病症？伊讲也毋知影。啊，我讲安尼，我下你看卖。到底什么病症？啊，迄个查某人给我看，我看的时阵，我讲你这个病就是迄个叫做迄个渐冻人症。渐冻人症。人会渐渐愈来愈袂振动，安尼，到尾啊，拢规身躯拢冻。迄个冻呢，都是冻，冬天。冻嘿，渐冻人啊，嘿，哦，渐冻人症，嗯，哦，渐冻人症。伊甲问讲，啥物叫做渐冻人症？嗯，我讲渐冻人症是即马安尼健康，爱为脚骨、为手骨、为肩仔头，甚至为规个头脑，嗯，拢着到尾啊，剩两蕊目睭会点动，剩个拢袂点动，嗯。伊讲遐严重，讲是，讲啊，你这个小姐就是渐冻人症。嗯，伊讲啊，阮太太也无，太太检查也无，甲你讲渐冻人症。嗯，讲你爱去换病院。嗯，伊讲要换倒个病院，讲你会使换严重看卖，试看卖，去检查看卖。嗯，吼，啊，伊就听我讲，走去台严重去检查。嗯，差不多检查。出来了后，因翁拍电话给我，伊讲阮伫营中已经检查出来啊，讲啊检查结果什么款，伊讲你讲的无唔对，是渐冻人症。咦，啊你安怎看？我都有神功啊。哦。比西医较厉害。嗯。哦，啊五脏六腑我拢看会到。所以迄款。诶，渐冻人症，我都看有出来啊。
嗯，五脏六腑我哪会看袂出来？迄个渐冻人真是爱足精密的研究，才会当会当化验出来呢。啊，你等到出来的时阵，拢差不多无啥会叮当啊，才检查。无，要健康的时候，安尼。安尼都看会出来啊。系。哦。所以伊伫严重检查出来，人拍电话讲是渐冻人症了。嗯。结果到即马咧，已经差不多经过。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啊，要二十年啊。嗯。即马真正剩两蕊目睭个叮当尔。我之前捌伫电视看到伊。迄无药医呢？无药医。哦。哦，所以我所接到个嘛有迄个软骨症个，嗯，嘛有迄个肌无力个，嗯，哦，嗯，我接到几个种奇奇怪怪个病。拢是用过我平常时的吸收的医学知识来共处理的，啊嘛来诊断，吼，所以会使讲，手到病除啦，手到病除，这个亲像迄个基督教的圣经记载，耶稣会当治好病人，会当治好目睭片面的人，即个我拢经过去啊。目睭大大医学院，吼，外眼科诊断讲会青盲，结果互我医了后呢，好好。这个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无法度详细真了解。或者是讲我也有时间，我讲这个目睭青盲。诶，问题。诶，咱就连讲，咱今仔日又为咩？为咩结束咱今仔日嘞？吼，啊，咱迄落诶，迄个今仔日嘞节目诶，迄落啊，咱后礼拜咱就爱搁换别个单元啦。人死去吼，会当搁复活诶，自古早就有啊。伫汉献帝初平中。当山有人姓范的是个人，死伫棺材底内底啊，个啊月啊，因老母啊听到棺材声内底有发出这个声音，吼、哦，这就是需要搁复活的物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人的死拢是毋是真死的，是被医生误判去死的，依照。咱这医术的认识的主观见解，以解以病人的脑干为生死判断的依据，实在有搁再斟酌的余地。我个人感觉有几啊届经验，病人已经被邦桥阿东病院认定无救的，通知家属准备丧葬的代志，了后被我运用正确的治疗方法，解救活实例。啊，搁一个孙立人的太太，孙张青阳破病的时阵，嘛因为找到医生都无法度治好伊的病，伫灰心想要自杀以前，等于因老母遐想要甲因老母告别，了后伫困梦中梦到一个穿白衫长袍的人，甲伊治好伊的病，了后伊被佛教徒吸收。做佛教伫大中印了一部《大藏经》，吼、哦，被台湾啦、啊，毋是大中，被台湾印了一部《大藏经》，并发大募款，伫台北市中孝东路，吼、哦，起一个善导寺。伊个佛教个贡献，甲净空李炳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佮有一位脑硬化。经过北部医生诊断，被送入太平间，吼、哦，一个查某人，四个复活的查某人，因厝住伫台北土城，因翁是大同公司的技术人员，伊向我询问讲，掠过灵魂迄、那个，也是穿白色长袍的人是谁？甲我讲话中间，伊是台湾。大学附近水源市场路边的摊贩，由于时间的紧促，所以未赴问伊讲伊迄穿白衣是甚物人。后来伊则被基督教吸收做成为见证人。
所以这个代志，伊这个土城这个走廊，伊是和英总给完了间断死亡啊，送入去太平间啊。伊伫伊还未送入太平间进前，伊的灵魂已经离开伊身体啊。伫顶头看到落来，有看到医生、护士在甲急救的状态。啊，伊直直喊声讲，我还未死，我来还存在。但是伊在喊，医生唔知影，拢无听到。哦，啊，伊喊到尾无法度，医生啊无法度啊，我系啊，啊，怎甲送去太平间？送去太平间了后，经过一时啊，伊又搁喘气起来。都挖起来，挖起来了，怎啊？个急救啊，要不要？甲送等于迄个引导吼，都出院啊。出院了，但是伊个身躯呢，感觉讲拢啊，旧旧，要个无自然，所以规个人拢变形，吼啊！人大家看到拢会感觉奇怪奇怪，啊！伊坐着我计程车的时阵，伊。问我讲，伊看我看到伊甲一般的人有共款无？我心肝底想讲啊，我是当头白日，你也唔着去载着鬼。我无相信世间有神有鬼。但是所以我就心肝真着讲，有啊，你甲一般人共款啊？讲你搁去看真嘞，看我甲一般人有共款无？我看，我以后照镜来看，我都同款啊，甲一般人同款。哎，就讲安尼，你停车，停下车。你讲你唔是要去水源市场？伊讲我去水源市场要做啥，你知无？我唔知影，我哪会知你要做啥？伊讲我是要去遐摆摊贩，去卖物件，赚了钱要来救济人。讲哇，恁好嘢人款哦。伊讲我唔是好嘅人，阮翁是台东公司嘅技术人员。我是要安尼做，因伊死了，佫再活起来。因兜嘅人拢甲伊讲，伊即马甲正常人同款。伊不爱相信，伊想讲因兜嘅人在欺骗伊。伊坐伫我计程车上，伊讲我甲伊无熟悉。伊问我看有同款无？我讲同款，安尼伊才放心。伊就甲我讲这段经过。这段经过，伊伫个英总死去的时阵，爬去顶头的时阵，伊就看下白沙，吼，下人要甲揪掉，吼，要甲揪去。伊甲我讲，你甲放我厝里要翁有囝爱照顾，大家爱照顾，迄个穿白衫的人，伊就无爱插伊，就直甲揪去。揪去揪到到尾来讲，你若甲放，我会生会死。系我的命，这个穿白衫人才出声讲，这是你家己吹，手个放去，伊伫顶悬呼倒来，骨力个伊，练落来，尻川蹬着涂骹，感觉真痛，所以伊迄两阵就是伫太平间啊，太平间就伊啊蹬一下，哇起来，再甲我讲这段经过的代志，所以。唔是干呐，即马人死会当阁活，一个高大时代就受这款代志啊。是，嘿，哦，感谢老师哦，老师的迄落拄到的代志啊，有时啊唔是讲，会人讲有甲无中间哦，这拢真歹讲啊，迄拢爱经过足济的迄种哦，啊，今足感谢老师安尼，遮尔啊辛苦安尼哦，啊，咱后礼拜咱就要换一个单元叫，台湾的历史追溯。台湾的历史追溯吼，好，安尼啊，咱今日咱就到这嘛，哈，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感谢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。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